其实也是第一次跟制作人去合作制作，就专职的唱片那种东西。守望他在这个方面也其实也给到一些建议，他会用他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哪些会做的比较有效率一点。挺珍惜那段时光的。其实如果回忆起来的话，我们创作的模式其实就是两条线，就是我这边也有一个自己的那个词方面的一个曲子，然后七月那边也会有一个各种动机啊，吉他动机啊，贝斯动机，然后再一个是再缝在一起。夜长梦多还有小狼就是词曲同时出来的。Thank you.
觉得梦，觉得有的现实也像是梦。这样的场合里来不及自我介绍了，只是他希望不要被误解得太厉害。牛魔底的视角比对生活中的事，非黑即白，一网打尽。只是他希望不要被误解得太厉害。最后离开之前再看两眼吧，从他的头发到他的脚趾，从他的言语到他的呕吐物，你看清楚了吗？